情况？要打开冰箱给敲坏了。我朋友不是弄搬家公司吗？今天缺人，让我来帮个忙。给人家帮忙把冰箱摔了，你可真有出息。没有，我来的时候已经摔了。那这跟你不是没关系吗？没关系啊，他是来给我帮忙的，这钱不得一人出一半？这不是你自己摔的吗？他要是早点来，两个人抬着能摔吗？哎，你这不是耍无赖吗？你咋说话了你？都朋友，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我为了谁啊？那你赔呗，叫我来干啥？我没那么多钱呀。咱都离婚了，你没钱跟我有啥关系？你就当我借你的行不行？过两天发工资就还你。多少钱？先不转3000吧，多退少补。那先别转了，我朋友那卖家电呢，从他那儿拿吧。那也行。你好，你看谁把钱给付一下？我俩也给你转一半吧。我们现在店里面有活动，下单话有100块钱话费赠送，你看。哎，那我付吧。一会儿你直接把钱转给我就行了，话费冲我这儿。好的。这啥冰箱好用吗？放心吧，这是美的526微晶冰箱，把肉放里面一星期还跟新鲜的没啥两样。旁边这个脉冲清汤仓可以针对不同的食材3分钟快速出菌，吃起来更健康。还比之前那台好看多了，那肯定的。这款厚度仅60厘米，可以无缝嵌入橱柜，省空间还好看，足足526升大容量，想囤多少囤多少，像羊腿这样的大件都能轻松放下。干嘛？冰箱钱记得转给我啊。哦，行。哎，你把钱转给我呗，我给他转过去。行，把你手机给我。干啥？你那朋友叫啥？张伟。你给他删了干啥？赔钱的时候想着你，话费他还不给你分呢。几十块钱的事儿，你至于吗？这是钱的事儿吗？这种人说不定啥时候在背后捅你一刀呢，越早断了越好。啊，我俩都认识好几年了，能说断就断呢？不是认识时间长了就是朋友，也不是所有人都值得深交的。走啊，愣着干啥？等他来找你要钱啊。600给你转过了啊。那还给我转钱呢？给他充100块钱话费。啥100块钱话费？下单，送我那本话费。别人想要的不是我要的，我要唱自己的歌。